由周开恩之往北走，走到昆士兰原族群的原领域富富阿拉尼。今次由原居民湾做我们的导游，听说只要跟着他行就可以执到宝。湾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原来是为我们整天然防晒，有不同肤色选择。开餐前的准备，用天然番碱洗洗手。开始第一餐，这粒是给我们吃的海杏仁啊。又说吃第二餐，为什么去了玩水的？还是在这里跳原住民舞？好像有收获哦。原来是用脚捽芡，加酱油煮就吃得了。这个蚁豆就是我们的第三餐，听闻蚁是柠檬味的。好，不用怕，接受挑战。Strong, isn't it? 酸啊。之后湾就变成医生，说这朵花可以医头痛，给它吹花之后就放入口当药咁食。而白色这粒就可以当眼药水用，连随手执的草都可以治疗肌肉扭伤。最后大家见到这个就要小心啲啦，湾话用热力止血，但我哋就因为咁烫伤咗，起晒水泡。